蓝 buff 已经刷新，蛇女的蓝 buff 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蛇女没有拿到这个蓝，那中路就会一直被推线，这样一来野区视野会更加好做。蓝 buff 这一波，哎，二连顶一下，这边顶上是一个莉莉啊，莉莉还没有交出技能，应该走不掉，交了一个闪现，但这边不是你的家呀，人头上 JK Law 给拿了下来。 身边没人，其实这么怕呀。海克斯闪，这边要出来，要找无名，无名推了一下，直接把小猪推到塔里面。但这个大招在嘲讽，一个恐惧又是让他。这个老被推了回来，直接推到了牛的车上面，牛姐非常的肉，但是可能蛇女感觉自己也不是特别的妙啊。我手里两个，刷到了两个人啊，你血量也是下的非常低，正面牛姐收掉之后，哇，你选择撤退。 小胖没连上，直接推回来了。对，推回来，但是有一位置有点危险，大兵没有中，叶兰瑶，还有最后一下，但是没法触发呀，闪现 Q， 这边最终还是换掉了，但是这边沙皇和莉莉娅也是倒下，大招过来卡扎也是阵亡，最后之前一个扣的，扣的也是没有办法换掉奈的，但最后一丝血，没有阵亡，这波打了一个小团灭，一个出其不意的角落，开车撞到了，就是找滔搏阵型。 阵型不好的时候，或者是自己的先手可以冲上阵型，但是这边想开沙皇，直接闪现二连起来，蛇女这边跟上伏地杀，推了一下，但是救不了自己。对，已经20分钟，这狼刚出生，还没上班多久就要直接下班了。而且蛇女现在是有蓝 buff 的，看一下现在这边开车撞了一下蛇女，蛇女这个位置可能会秒危险，直接没开出来，直接被秒了。哎。 船长下大招，这个位置刚才努尔玛龙给拿下来，但很急，但还没有到斩杀线，龙还是拿了下来。但是这边 JK 好像进入一个收割状态了，女友虽然还活着，但是已经没有队友了。是的，身上有一个闪现，感觉也可以不用交了，看一下人头的分配，还可以拿到了。现在500多块，准备感觉滔搏有一点点危险，原地开了一个金身，但是奈德伤害是先收掉了扣的，回头塔还没有放大招，一直在粘，一直在粘，现在都不用放大招了。隔着墙，哎，上路压线压的够深，河道是没有做视野的，一铁树被摆断，给个灯笼接过来 ，Jacky 这样留闪现，小猪身上也有闪现，回头勾，这边不想走了，直接进去反打。 叠满了很多飞轮，现在一个打两个，这边先收下了一个阴血，而且阿克身上是有一个虚弱的，他能收掉琢磨塔，收不掉，一边飙过来，这个W虚空索尼是让艾瑞克收掉了小猪的人头。是的，无名这波还算立功，在中路中大招应该打到了奈德 TP， 但这波他的还想追，残血的艾瑞克相当都没有走，怎么走？这一波还飙中了，看一下人头，看他直接拿下。也走不了了呀。对，走肯定走不了，而且对面作战能力没有多强，他直接选择回头反打。 因为前一波塔下的消化感觉打残，但这一波永恩会比较危险，大招直接被这人拉了下来，这个位置自己有闪现，应该还有机会走的。接着过来给个灯笼，大后台让反打暴雨来了，但萨德克这边勾下勾，打出了一个征服者了，在野区又一飙飙到阿克先生，有一个大招，但他回头反打的，我也来了，这应该。 那永恩是有大招的，应该死了，直接大起来一回去，没事。这个问题打是打得过，推线推不过，一标标中开大灭，大灭开起来技能被减速 ，Q 起来之后又一套，不熟，慢点，这边拉野过来想单杀。 而且上路369一直把上路二塔给带掉了，而且还有机会走，他现在很肉，而且旁边锤石跟佩留斯都在，哎，不过六宝绕后了，这个位置感觉有机会稍微包一下。绿宝加大劫，想要留下小猪，小猪是没有闪现的，先留下，留的是一个369，想要杀小猪，小猪也是被魅惑到了，捡灯笼过来，小猪虽然阵亡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卡塔到了，而且老猪也是到了后面，带他一个 Q 技能，平 A。 这个带着风的一发Q是收掉了阿拉夫的人头，还想继续再追，扣的这个位置 W 直接过去，但是被这边永恩那个 Q 直接跟上，哎，他俩交了一个闪现黑头，但是只能来杀一个。小猪还是非常给面子的，无论说是插眼插15，还是行为眼睛空大，都会点个赞，一勾勾下，把玉铁树空中的一个 run 给勾了下来 ，run 开出一个大招，但瞬间阵亡，永恩大招到两个人，一直平 A， 只要往前平 A 就可以了，也可以收到一个双杀，奈特已经接近神了。
还要开启，要不要开启一个求生模式？要不要摇表先摆起来？一勾被勾中，勾到瑞尔，瑞尔回到全势里面，那我们应该可以恭喜滔搏在20分钟结束这场比赛，2-0轻松取胜。